morning, guys. To Kao Hsiung, Kao Hsiung, and then transfer to Kenting. We are in Kao Hsiung. Now we are in Kao Hsiung. We are in Kao Hsiung. We are in Kao Hsiung. We are in Good morning!
This is like a promise thing.就是上面一个 Amy 在前面，还有一个大姐尝试着爬到西瓜上，还有一个翻车的 Avocado。Let go， 完成了我们的美少女拍，那你们就躺在上面一辈子啦。西瓜给我 chill， 感谢。海边的时候还好有个泳池 ，OK， 现在应该很晃。对啊，我觉得我要被晒伤了 ，Everybody，Come over， 没什么鱼了。哎，冲！等 burger 的大家加啤酒，杯子。来，收尾吧，80。哦，80自己。这里就还蛮值得了。订 Airbnb， 然后这位高雄仁兄很不想要让我们，
导游很不想让我们待。为什么你们要来？我去台北好了。现在有点头痛了。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再说一遍，你要看着镜头讲。我爱吃，好真实呀！哦，这么肥，好肥啊！这是小肥，你想象中的肥肉吗？这一整排都是你的，没有啊，他都吃啊，有你的。你看笑得多开心啊，有事吗？90公斤是假的，还是现在95？好多椅子的景点，有刻字吗？可能在拍个照啊，红酒。好，我们来 photo bomb。要先买了个臭薯条，就是臭，臭，闻到了没有？臭，哦，吃起来。冰火汤圆，重火神器。没有啊，他只有他是。那我一定要。耶、yeah, ，这个看起来不错哦。这个好赞，我们点了一。它好绿豆化标。什么？为什么又是？是我的。我们认真了。要先吃一口桂花新冰，然后再来一口汤圆，来享受。这冰火汤圆的魅力，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天没有在限制的。哎呀，那个桂花新冰都享用完了吗？接下来要品尝一口汤圆了。先是桂花新冰，然后之后的汤圆，哇，迫不及待放到嘴里。哦哦，来看一下里面，哇，都是花生的，对，我非常完了，今晚没有清清的杯。哎，不要掉，不要掉了。我认输哎，海哥，我绝对要把那个。我要才刚说什么？放一百六。主角来，哎，主角来。对啊，因为不回家。哦，这是怎么味的？看一下，看一下，好吃吗？你们是混合的汤圆。玩起来 ，Everybody。我们来夜市玩游戏的。3 hours later， 你还坐在这边啊？100分，100分。归零了。归零了。100分啦。没有人破功吧？这两个。
球哦，好强哦。可以的，稳住。可以，很厉害。耶！哇！还有，第二轮女生要上场啦！来，这个老板会打掉标的，来，多打掉几只，多中几只。不要看他们，他们都第一次抢，知道吗？这个老板贬低我们了。要来找我帮我宣传，你们太激动了，不要那么激动。我认输了，乱射，老板，我们比较激动。哎，真的，他乱射也很强，你们男人到底在干嘛？哈哈哈哈哈！没有加油，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太失控了，我的天哪，受不了了，你们。来来，我们要上你哦，我会还你。安琪儿 Don't care about Bernie anymore。 登录了，开车，真的登录了，开车，拜拜拜拜，亲爱的，哎呦，是要这么依依不舍，我要回美国，我要回美国，你会上台吗？我会上来行，我还以为拜拜，谢谢导游，拜拜，谢谢。你在看那个路的道吗？听得到吗？我不知道，我走回来，我就讲他就是很，我很傻眼看到这个音乐，真的傻眼。Hello